高跟鞋是很多百个子女星的救星，穿上高跟鞋能够拯救一大部分的矮个子女星。但是时尚圈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迪丽热巴。为什么这样的说呢？迪丽热巴168的个子，却专门喜欢穿非常高跟子的高跟鞋。而且这些年迪丽热巴和高跟鞋还真是让人下巴都吓掉了。一起来看看吧。比如这一双黑色的高跟鞋，正面看起来就已经非常高了，不知道侧面看起来怎么样。穿上高跟鞋的他果然气质都比边上的人增加了不少。再看看这双高跟鞋，穿在脚上气质不输边上的模特，而且还能体现出迪丽热巴的女人味。这双高跟鞋终于是从侧面看到了，这高跟系的一般的女性还真的 hold 不住。还好热巴的身材属于瘦弱的那种，不然还不分分钟给折断了。穿高跟鞋真的需要一点点的技巧，不然还真不容易驾驭一双跟自己系的高跟鞋。而且在选择高跟鞋是还要考虑到穿衣搭配，不是说好看就可以随意搭配的。就比如热巴的这双红色的高跟鞋，因为上面衣服主打的是性感和妩媚的风格，选择红色的几根高跟鞋更加有益于衬托出热巴的这种妩媚的少女气质。而且在选择高跟鞋时，如果能小露一下腿那就完美了，毕竟高跟鞋的作用就是拉伸腿部的线条。就比如热巴这一次的时尚造型，高跟鞋明显提升了腿部的线条，一双美腿羡煞他人。看来这么多你 get 到了迪丽热巴的高跟鞋穿搭是毛巾了吗？欢迎转发评论留言。